不仅可以逛街 shopping， 可以买票上观景台欣赏大片的高空美景。这里呢，现在还变身成了时尚摄影棚，买套票行程，让你仿佛在拍时尚杂志。换上最时尚装扮，绿色台阶与蓝天白云肩并肩，这是101最顶层的打卡点，闺蜜合照拍不停。就是这样子环抱它的，环抱它。我们要，你再进去一点点。换个场景，度假风101街拍双人套票，不仅有专业的彩妆服务，还有时尚摄影师操刀捕捉，教你怎么拍怎么摆。一定是高空美景吧，因为毕竟这边号称101的高空秘境。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除了可以观看美景，然后又有专业的摄影师帮我们拍照。三个场域秒变偶像剧主角，包括最高的101楼、89楼观景台、云中星月打卡点，4楼五个由花艺搭建的全新梦幻花园造景，双人套票售价10000元。不化妆，然后又逛街，马上，刚刚已经偷偷发了几天了。宛如巨星规格，还与时尚杂志合作，给体验民众杂志封面照。另外101斜杠身份加一。长颈鹿、狮子、斑马，89楼观景台成最高亲子乐园，展示拟真玩偶走进逼真的动物世界，蛮可爱的，在楼上户外，这还蛮漂亮的，就是它每个点都有可以拍照的地方，就还蛮特别的，就是、因为不晓得上面还有这些特别的装置，漂不漂亮？漂亮。假日还有解说员沉浸式课程，让大人小孩度过难忘时光。TVBS 新闻庄选红亭台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